当然没问题啦，因为赌城永利饭店新年晚宴又表演又抽奖，还有丫头与男友前警政署长王卓君长子王维利。哪招？他想说来一定要求婚是吗？没有恭喜你赢第五位，应该是没有的。哪三真的要结婚不过在拍婚纱照之前，丫头倒是先跟男友一家人来一张全家福，王家长媳的位置就差一步了，未来重心都放在手摇饮副业，全球已有22家分店，是我们3月会在加拿大开幕，下一次9月9号，希望你下一次可以进啊，我也很期待。娱乐懂新闻，感情事业都得意，报道。